老师，我们家是河北的，我上武汉大学的那个五加三，我就想到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当医生。我告诉你，概率不大，因为医学这个专业就业地域性极强，你基本上在哪儿上学，大概率在那个学校所在的省范围就业，跨省就业概率不到20%。实际上的话，你最后说老师，我就是觉得985就是比什么211和双非院校要好，实际上在医院就业的时候真不一定这样。你以为说老师我医学我报985我能跨区域横扫，其实基本上是不能的，它地域性极强。因为医学讲究什么，两个字叫传承。所以说你说老师他是不是什么985 211，就我跟你说不重要，传承知道吧。不过瘾，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跟我来，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，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，进入账号主页，向左滑动页卡，点击专栏，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。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就挑选哪些课程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贴心？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，欢迎在评论区聊我哦。